是脚气，我正在配伍对付魔王的方子，只差一味薏米精华了。薏米精华，薏米是禾本植物薏米的种仁儿，薏米是多年生植物，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区。 薏米对祛湿除风、除脚气效果明显。玻璃冰，那我们去哪里找它呢？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，快去找到它吧。 现在你见识到它的厉害了吧？这是用臭臭瓜提炼的威力无比的臭臭膏，拿去对付他们，你懂的。大王圣明，属下马上去办。一会儿就用臭臭膏熏晕你。 我是野生，魔王又在捣乱了。我们需要薏米精华的帮助。好，没问题。等我找到我的鞋。好臭啊！啊！又是你，近视魔。后面那个是什么？那是我的鞋子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啊！ 好臭啊！
看你们还怎么收集精华。呀呀啊！你什么你？你的鞋子真臭！我的鞋子是被你变成怪物的，气死我了！救援你！不、啊，别打了，快救命啊！自作自受，谁让你把鞋子变成怪物的？我错了，你们快想想办法！他是因为抹了臭臭花做的药膏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什么？臭臭花？李时珍爷爷说过，毒蛇出没，七步之内必有解药。我知道在臭臭花周围生长着香香花，一定能对付这个怪物。好，我在这里拖住这个怪物，你快去快回。好的。这么臭，一定就是臭臭花了。香香花一定就在附近。一定是香香花。居然有那么多蜜蜂把守，我得想个办法。你看不见我啊！啊啊！救命啊！有办法了！哎！哎！是脚气，问题不大。以后要记住勤刷鞋，搞好个人卫生，每天洗脚洗袜子。我以后一定讲卫生。静静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吃手指头。哇，大警戒！哎，
这时，等等我。孩子可能是生灰虫了。啊，魔王又在吸收黑暗能量了。你赶快去找李奇军爷爷。哎，嘿，哎，孤零零，百草仙境。急死了，我就说不是这个出口。孤零零，这是哪儿呢？爷爷，不好了，魔王又出现了。知道了，是蛔虫。我正在配伍对付魔王的方子呢，不过还缺少一味乌梅精华。乌梅？乌梅是一种小乔木，多生于南方，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。乌梅有缓解回绝腹痛的作用，顺利完成配伍少不了它。用它熬制的乌梅汤不仅解渴，而且更容易吸收。原来如此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控制魔水研制成功了。这次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控制魔水，地势魔。大王，控制魔水给你，下面就看你的了。这次保证完成任务。乌梅伞，完美！我的乌梅烈火弹终于研制成功了。这么厉害的烈火弹，看来得想个办法才行啊！有了！哇，苹果！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，拧掉的苹果，拧掉的苹果。小朋友，你捡到就是你的，吃掉它吧。不可以的，捡到东西应该物归原主。没关系，这苹果送给你了，算是对你拾金不昧的奖励。哇，真的，太好了。哎，乌梅仔，别上当，他是禁食魔。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苹果。禁食魔，又是你们！哼，竟然骗我！哇哦，好厉害的乌梅烈火弹！看你还敢害人！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完美！机会来了！你刚不已经投降了吗？那是刚才，现在轮到你求饶了。你说话不算话！他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，不是说话不算数的坏蛋。拿朵花就想出来唬人啊！你看我的乌梅蛋，嘿！乌梅仔打错人了，我的手怎么回事啊？吃东西不洗手的习惯可不好。这和洗手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手上刚拿了苹果，沾了我的控制魔水。刚吃乌梅的时候就把控制魔水吃下去了。没错，现在就得受我的控制了。救命啊！水！接下
来怎么办呢？波灵灵，林生，你说禁食魔会不会也很口渴？是禁食魔的毒苹果。哎呦，曹本子，有你的。这毒苹果有禁食魔的控制魔水，只要禁食魔喝了这水，也会被控制。到时候你一定会拿出解药救自己，然后我们再趁机夺解药。完全正确。原来躲在这里喝水，哼，这水是我的了。这水是我的了。好渴。哎呦！我的水。完美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原来你们在水里下了控制魔水，还好我没喝。惨了惨了。想用控制魔水对付我，做梦。从现在起我不会吃任何东西，这次你们别想再跑掉。烫死我了，我帅气的屁股。你也有经验。生，禁食魔一笑，口罩就会掉。那又怎样？咱们让他笑个够。是我没那么容易。哈哈，机会来了。百草金火为我所用。孤零零草本精灵出击。呀，哎呀，我的解药。给我留点儿。我的解药，让你也尝尝被人控制的味道。不要。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毒苹果掉了，刚才我只是随便抓了个乌梅给了禁食魔。堂堂草本仔也骗人，气死我了。气死你。救命啊。还是我的烈火弹完美。乌梅仔，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赶快开始吧。百草精华为我所用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孤零零，天元合一。现在知道吃东西不注意卫生的后果了吧？以后可要多加注意了。多谢你了，彭院长。